力春完美，再度出发，法政先锋四。法政先锋四今日拜神撤烧猪，各位演员再度归位，接棒上任的汤乐文正式埋位。咁好開心可以加入呢個大家庭啦！咁因為法政先鋒其實係真係由細睇到大，咁我亦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 jam 戲咁樣啦。辛苦各位啦，因為小妹嘅加入搞到大家要開工。我哋多謝你就親啦，冇你加入我哋就慘啦。呢啲拍攝咧，即係始終隔咗一段時間啦，你哋點樣 catch 翻嗰啲神水呢？其實小青姐同我講，佢話。其實你即係依次重拍亦都因為你嘅，可能你啲戲係屎屎地，即係話我，咁所以俾多次機會我，等阿湯咧就帶我去做好啲。我已經頭先長期肚痛狀態，我而家我要去廁所啦，等陣先。冇事冇事，真係公司要重拍都其實要拎好多資源出嚟啦。咁啊，小青姐。同埋啲編審啊，我哋啲導演組啊，其實一樣係即係花咗好多心力去將個劇本睇下點樣配合啊，所有嘢點樣調動啊，嚟到去重拍，咁亦都啊，我啲好兄弟姐妹，又翻曬嚟啦！大家喺度，因為平時我哋大家約都好難嘅，食餐飯都喺咁，大家又可以開工見下啦，可以喺劇天食飯啊，緣分未完啊！有報道指 TVB 就劇集重拍向黃心凌追討3000万製作費，公司就作出澄清。事實就係咩咧？第一，公司係冇向阿生命追討賠償嘅。第二咧，就係我哋到而家為止都冇廣告商同我哋提出話要追討阿生命嘅賠償等等。喺件事發生之後，我哋好快已經同廣告商啊、廣告客户嗰啲已經有曬好多溝通啊、交代。要做嘅嘢喺當時已經做咗，咁就其實我睇唔到有咩後遺，仲需要處理嘅問題。